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坐标平面上有两点呐，13跟51。哦，假设在这里，这是随便画的。好，那么他说 P 哈是直线上一点，而且满足哈 AP 比上呢 PB 哈，这是3:1。那么他问哈 P 点的坐标多少？这个哈 P 点有可能在里面，也有可能在外面的，就这个3:1，也有可能在外面的话哈。这是3:1也有可能的、啊、如果是在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就带公式嘛、啊、就内分点的话哦，带里面的话哦，带公式的话就多少？这是三，这是一，3:1，就3+1分多少？3乘以呢？这个 b， 哦，3乘以5，这样多少呢？1乘以 a 的 s 多少？1乘以 1，那 y 坐标是3+1嘛？y 坐标是3乘以 b 的坐标，啊，3乘以11，加多少？加1乘以 a 的 y 坐标，1乘以3。所以呢，这个坐标等于多少？这四分多少呢？3×5=16。四分多少呢？33+3，这36。36。所以呢，等于多少？等于4，啊跟9。这是内分点，哦，内分点的话呢，这个4跟9，还有可能外分点，外分点就在外面，那在外面的话哦，就变成多少呢？变成哦，这个是3:1多少呢？1啊，哦，那3:1的话呢，那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是哈、哦，这个是那个3:1，我们可以怎么弄哈、哦？这个叫 SYR。SY 的话哈，就是说就是这一点减这一点，哦，就是说 P 哈就是 SY 哈，它减掉多少呢 ？A 这一点 ，A 这一点是13啊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哈，这个的话哈是什么？是这个的多少呢？是这个的3倍啊，3倍多少呢？3倍的 P 哈减掉 B 这一点 ，SY， 它减掉多少 ？B 这一点多少 ？B 这一点的话哈是等于5跟11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把 SY 移过来。好，这3倍的 SY 的话减掉1倍 SY 嘛，就2倍多少 ？SY， 它等于多少？3倍的这个移过去。3倍的哈、哦，5×11，啊，减掉多少？减掉呢13呢、啊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3×5减掉一，15啊，减一啊，等于14。啊，这个这是3×11，33呢、啊，啊，减掉3，这是30，啊，30，这样子。然后两边给它约2，所以就得到哈、哦、，SY， 哦，这是外分点，7跟这个是15，所以外分点的话哈、哦、是7跟15。事实上的话哈、哦，内分点哈、哦，你不带公式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做，你不带公式的话哈、哦，内分点的话哈、哦，哦，在这里的话哈、哦。这个的话，这个是3:1嘛，啊，3:1，3:1的话就是 P 点，哦 ，P 的话，你 P 减 A， 哦 ，P 减 A 就是 X 哈 ，Y 嘛哈，减掉那个 A 就是13嘛，哦 ，P 减 A 等于啊，等于那个这个的3倍，哦，或者是说哈，这个东西的话等于哈。等于是整个的哈多少呢？整个的3/4，3/4的什么呢？3/4的哈 ，b 减 a 啊，哦 ，b 减 a，b 是哈 ，b 是这个5×11嘛，哦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a 的话是13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导呢分点公式时候的过程啊。哦，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又有两个方程式嘛。
有两个方程式的话，你如果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的话，这个算是上面一个方程式，下面一个方程式，所以的话哈 ，xy 的话就得出来了，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四分之三倍的五十一嘛，然后再移过去，移过去就一减掉四分之三嘛，然后再移过去就一嘛，一减四分之三的话就等于，四分之一啊，加四分之一嘛。这是一三，好，啊，这个上面那个哈就是 x 坐标了，下面这个就是 y 坐标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是等于哈，上面那个是四分之三乘以五嘛，加一，这等于四分多少？十五加一是十六嘛，哦，就是四，那下面那个多少呢？四分多少？三十三嘛，加一。没有加三啊，一乘三是三，啊，四分之三十六，四九三十六，啊，就得到四九，啊，这是内分点，这是外分点，所以有两个答案。